因此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，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。那以后就拜托你了，太感谢了。课堂上有什么没听懂的吗？于教授，我还有下节课，先走了。我有不懂的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我都标好了，就等着下课可以问你。这些在课堂上都有详细讲解过，应该是在你之前落下的课里。这样，之前不是给了你一份资料吗？看完之后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。嗯，好，谢谢于教授。嗯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一会儿我没有课，要不一块儿去食堂吃个饭？好。嗯。于教授，于教授，那个。学生会想邀请您给即将毕业的师哥师姐们做一次毕业宣讲，好给他们打打气、解解惑。您看您有时间吗？我跟您对一下具体的时间流程和大概的方向。啊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这位也是玉教授的学生吗？哦，我不是，那是师母啊。那个。陈磊，你先回，下午我找你对具体的细节。哎，好嘞，那我先走了，于教授，拜拜。他刚刚误会，你怎么不解释清楚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我不是你那个什么呀？他要是到处乱说怎么办？他开玩笑的。而且我觉得根本没有解释的必要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对了，我家的门装好了。哦，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吧。